好，吃饭的时候，这个服务生用 iPad 点餐不稀奇，但是民众有自己使用 iPad 来点餐的经验吗？在洛杉矶有一家龙拉面店，结合了科技点餐系统，不仅有效地降低人力成本，也可以降低点菜的失误率。坚持走平价路线，也让这家龙拉面成为了上班族和学生用餐的最爱。好，但你看到走进店里面，顾客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透过墙上的这个 iPad 选择你想要吃的餐点，从点餐到付钱，全部都可以在这套点餐系统上来自己搞定。而完成点菜之后，讯息就会自动传送给拉面师傅，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服务生。那虽然这个龙拉面是因为点餐系统闻名，他对拉面口味的坚持也是不马虎哦。店长表示，除了创新，他也坚持这个重现最道地的东京口味。有兴趣的民众，欢迎前往尝鲜。